哦，请进。你好，我是谢小秋，是王继川的助理，这是他给我的名片。哦，谢小姐请坐。好。关于这个墓地的格式啊，他说要按照他弟弟的设计来弄，我们在电脑上已经做好了，他说要来看效果。看什么效果啊？你稍等一下啊，我把这个图案调出来。对，就是这个图案，您先看一下。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，这里是美国，身在瑞士，学在美国，爱上一位中国姑娘，所以死在这里。哎，小姐，你干嘛？哎，你怎么捣乱呢你啊？你怎么可以删啊你啊？你搞什么名堂吗你？啊？他是不会死的。哎呀，这合同都签了，钱也付了。合同呢？拿过来。好好好。看看看看吧。哎，小姐，这你怎么能撕合同啊？这是法律文本，你知道吗，小姐？你真是太过分了，你到底是他什么人呢？啊？你管我是他什么人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不会死的。如果死了，到时候再办也来得及。你怎么不讲理啊你啊？这是。西川，老子早不记得。你干嘛？你在乎你对人们做出的事情吗？你不要再坚持了好吗？你不会有任何收获的。如果我能让你幸福，我一定会努力做到。还在住院啊？你不是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吧？他现在是要准时吃药、打针、输液，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拿什么跟你玩啊？命！答应？No, of course not. 小秋 ，Look at me.You must move on. No.喂，校官，小秋，什么事啊？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帮忙？